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吉他老顽童，开始今天我的一个自学吉他的练习吧。这个视频呢，我练到了基本功的一个曲子，然后把它弹奏一下，作为今天的一个开场练习吧。节拍器速度呢，调到100，打开节拍器。OK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首曲子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做吉他谱的软件呢，可以推荐给我，我会把我弹的这个曲谱呢，给它做成吉他谱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因为现在我也是自学吉他嘛，然后对一些吉他的一些技巧呢，自己慢慢的在学，然后做吉他做这个曲谱呢，然后我也在摸索。大家可以推荐给我一些好用的软件，我会把我弹的一些曲子或者一些弹唱的视频和大家分享。这个视频呢就录到这里了，也就是我今天的一个自学吉他基本功的练习的一个最后一个视频了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也在自学吉他的话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们相互鼓励，一起加油，共同进步。你的关注和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好，再见。